必为我操烦。想想不定其所终不后悔，真正无过，因为你最自私。因为我已经得了，失去，永远无法弥补。我了解你的心情。只希望你小心。今晚就不够。若是真生意，一今天不相往还。是不见子。我现是我，你好像上了一口气，又好像一丝儿失望。有什么令将我失望？温柔的如今。这令所人心生怜惜，大切玫瑰，就所人啼哭，尤其是行踪不定的伊。只是你男人做事想法，那你就继续漫长的等待吧。我说什么？咦，我不是来找你游戏玩具，哪一次我是？行水一生，如果中我作将，应该离世不晚。恭喜你不得心焦大患，但是你的麻烦也来了。什么意思？林红殿向南区蒙地执行，这种修士是要你亲自来向我讲。当然无简单神。我记得你对什么剑鞘创作的那首，一定有过多兴趣。我现在该处理事情太多，无暇分心。那就换一个方向，这可能是另一种找什么剑鞘的方式。你与他交情比较深，唔由你出马。今非昔比。现在由你去会比我较好。我会做。那我就过时了。不送。身为男人，给你一个忠心的建议，温柔体贴，这是所追求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该追追，我自己变。何所为之咯？情比
的肖像，在孤独的漫步中，静静感觉风中的信息。突然间，你敢无想到办法？要不，哇塞，想脱戏了！要不多令你点点咯，要不你来想，哼，我想，用骗的，骗的，这是带专门去的骗的鬼吗？要那无用偷的，拢和你讲完咯。嗯，在你看，大在你遐，南京队呀，好，南队，哎，稍等你。要不多灵，你跟我想出办法。讲啦，卖笑。就是安尼，安尼。又个是我跑前锋。二仔，你在边车接边叫，我伫暗车接暗叫，我较危险呢。想知影大仔会用什么步数？好了，你想的就照你讲的。大仔看到咱了，要恭喜出来。二仔，一计划开始。何种危机？一魂及时献身，风魂入殿，爱恨纠葛，因的结局是什么？玉帝上情，请勿错过我们的播的戏《霹雳英雄本纪：风起云涌》第二部第19集，云中笑。